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，要过年啊，真侪人拢会甲厝内物件换新换新。今日要甲大家小解这里，就是换，这个换就是有改变对调、小提手的意思，嘛应该讲是提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咱做伙来看到，头一个就是换手，应该讲是正手换倒手，倒手换正手，嘛应该讲是替换，一个换人，另外个换替手的意思。第二个词就是对换，就是互相交换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伊真好拍球，小换手嘛无问题。看伊倒手拍完换正手，对换了后，过个用正手拍完换倒手，功夫真在吧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换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